道者，在天上领受了胜利的冠冕。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欢迎各位一起来举行圣道礼仪。今天我们教会特别庆祝圣德范的殉道圣人，希望这个圣人给我们转导，让我们在这个做教友的身份继续为天主作证。现在请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道礼仪。上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献扬你，感谢你。祝耶稣基督独生子，祝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赦免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赦免是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圣德范为光荣你而倾流自己的热血时，曾为祸害他的人祈祷。今日我们庆祝他的在天诞辰，求你恩赐使我们也能学习他真心爱仇敌的美德。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宗徒大事录》。德范充满恩宠和能力，在民间显大奇迹和大征兆。当时有些称为自由人会堂中的人，以及基勒乃和亚历山大人的会堂的人，还有属于基里基亚和亚细亚会堂的人，也出来同德范辩论，但是他们抵挡不住他的智慧和借着他说话的圣神，他们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德范却充满了圣神，注目向天，看见天主的光荣，并且看见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就说道：看哪，我看见天开了，耶稣就站在天主的右边。他们都大声乱嚷，掩着耳朵一起向他扑去，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众人
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前，在乱石投掷之下，德范祈求说：主耶稣，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吧。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上主，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上主，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我安全的居室，因为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为了你的名，求你领导我，指教我。上主，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上主，信实的天主，你拯救了我，我将因你的慈爱而欢唱。上主，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求你仁厚对待你的仆人，大发慈悲把我救出，你使他们投奔到你的面前，免遭别人的暗算。上主，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上主的名而来的，当受赞美。上主是天主，他赐给我们光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提防世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外邦人作证。当人把你们交出时，你们不要考虑怎样说或说什么，因为那时候必会赐给你们该说的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要将他们害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被众人所恼恨。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得救。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各位是不是也感觉到有一点心情还没有转好啊？我的意思是说，昨天我们庆祝耶稣诞生啊，大家都唱所谓的平安夜啊，耶稣诞生带给我们和平，带给我们的喜乐，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彼此祝福。结果呢，今天呢，我们就庆祝圣德饭。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个非常矛盾的议题，就是所谓的痛苦不好的事情就在这个整篇福音里面就这样子。好，耶稣他直接的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真的要跟随我的人必须要准备要接受这个痛苦所谓的人际关系也是受到痛苦，所谓的生活里面为了天主做见证也受到非常大的一种痛苦没有人想听到这种的道理
但是也是一个很奇妙哈，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由他这个教导啊，如何接受这个痛苦哈。每一个人就是说会遇到痛苦，多多少少都会有，不管你是教友还是非教友，啊，是健康上的啊，心灵上的，或者是说属于那种的啊人的这种的属灵上的。痛苦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有，那我们当然今天耶稣他也是给我们肯定，痛苦是每一个人会有，但是呢很重要，天主会帮助我们，天主会给我们他的恩宠，我们面对这个痛苦，面对人际关系非常不好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为了天主做见证的时候，会受到打击，会受到痛苦，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天主会帮助我们，怎么说，怎么讲，怎么说服别人啊！而且耶稣也肯定我们哈，就是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昨天我们分享的是说，耶稣他在我们心中，但是圣神也在我们心中，所以圣神会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痛苦。所以想起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身为一个教友，我们承认天主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承认天主跟我们同在。承认天主成为我们的肉身，变成我们的生活里面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今天耶稣又肯定他会帮助我们，会给我们更多勇气，更多智慧，更多他的这种的说话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是感谢天主，很高兴哈。所以求天主赐给我们总会相信他的心总会开放我们的心，让他临在我们心里面，然后给我们那种的鼓励指导除了我们自己，还有给我们的兄弟姐妹，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宠所以愿天主降福我们，降福那些心里受伤的人让他们继续投奔天主，继续相信天主，阿们。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祈祷。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借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主，请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七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主，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劝助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亲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常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主那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圣道礼仪礼神，你们要去传报福音。感谢天主。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头，十铁在背后，十架在前头，十铁在背后。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